剑石领命，剑石领命，谁能与我左右？ 剑石领命，剑石领命，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，治病救人了，这样改这样好了。 套反击打，谁能与我左右？剑石领命。 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，治病救人了，治病救人了。这次比较早到了，可以预先准备。事不宜迟。 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。剑石领命，谁能与我左右？剑石领命，适可而止吧。剑石领命。 把血奶到4000以上，就扛了这个。事不宜迟。神魔共此破。但是我怕这边不能打，这边打的话好像会太大力。怕破盾，我怕破盾。对，好像会破盾。有些浪费。事不宜迟。 治病救人了，还是差一点。 这边真的还是要补一点，不够奶。这边一定要补了，这里真的好极限。我兵力的血量刚好，很极限才可以扛住。你看，4210，我兵力要4210才扛得住，那这样还要浪费一回合输出，刚好。他这样8回合就会回盾。事不宜迟，神魔共此破。 谁能与我左右？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。
用神指。不许。等下有，大家都打。等下那个风巨人。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事不宜迟。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请奉神旨。剑石领命。天摇外相，谁能与我左右？哎，他怎么没办法出圈？我以为青灰刚可以出圈，这是那个有 CD 时间 ，CD 还没有，CD 还有一回合，那我等直接出去。谁能与我左右？太悲剧了。谁能与我左右？剑石领命，治病救人了。谁能与我左右？神魔共此破，事不宜迟，治病救人了。事不宜迟。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神魔共此破。哎，不行，我没有双铠。哎，真的忘记双铠了。我没当上了。月线寒霜。给他带破盾。事不宜迟。不许。事不宜迟。谁能与我左右？神魔共此破。谁能与我左右？事不宜迟。
他现在有二动，有。请奉神旨，见识领地。治病救人了，治病救人了。完美，结束了吧？治病救人了。因为刚可以帮忙伸张。请奉神旨，布局。事不宜迟，治病救。谁能与我？神魔共此破。月线寒霜，事不宜迟。事不宜迟。太渊尾刀。九回啊，烟雾兵队太无脑。谁说我只会治病救人了？兵队，兵队轻松打，也不轻松，要下队，要掌握刚好。